年亚锦赛，中华男篮打出佳绩，重返亚洲四强，大家对于篮球又重新燃起一股热潮。一直对于篮球运动相当推崇的佛光山星云法师，从2010年开始举办国际大学女子篮球邀请赛，今天比赛将扩大举办，准备在高雄巨蛋开打。台南市议员林美燕也相当支持。8月21到8月27，就是我们在那个高雄小巨蛋。高雄早期站我们就有一个2013年的佛光杯的大型女子篮球的邀请赛，这不是跟我们国内也不是我们的佛光山、就在大学里面这个女篮这边自己在打，不是，他邀请了国际的篮球队哦，国际哦。比赛全程免费，共12支来自国际间大学的代表队展开一连7天的精彩赛程。这一次的邀请赛还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台南、高雄两地，让想观看篮球赛事的台南民众免去开车的麻烦。200台的游览车，那我们南台毕业呢，这边就有70台游览车。那如果说我们在台南地区的这个民众啊，如果希望参加的话，那包括有散票可以到南台毕业或是我们这个林美燕市议员的这个办事处索取。许多人都对于篮球运动相当喜爱，这一次的2013佛光杯国际大学女子篮球邀请赛，希望大家能共享盛举，继续延续亚锦赛的篮球热潮。记者周正宇台南报道。